知名的多元运动会馆。没错，这是难得可以借人家的一个场地啊。但是更厉害的是，你看我们今天的阵容，说有多离谱就有多离谱啊。今天就是因为你哦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不太一样。哎，今天我们有分，我们照理讲很好分段，对，很难分段。今天我们有分组比赛的，也有个人的那个单项赛，有可能是三打三，也有可能是二打二。对，会不会五打一啊？五打一啊！今天到底会怎么样？比赛的就知道，好不好？跟着我们一起去第一关吧，第一关。好，欢迎来到第一关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关玩什么。这一关很简单，都待会两两一组，是其中一个人在下面拿着香蕉，从滑水道往上爬。哇！另外一个队员吃，谁将吃最少接受惩罚。好，哎，好不吉利哦！等一下，你看，不是，好不吉利哦。他本牌子都是重的，他本身胖就算了，连牌子都是最重的，连牌子都最重的，一路好走哦。三位男士，今天你们有福了，让你们选杯哦，好，选杯啊！当然，这前提是你们看不到照片是谁。这拍给屌，这拍给屌哦，这衰哦，全都很衰，我跟你讲。不是这个东西，为了要让它哦，不要再倒下来，是老师。不要放一些什么？冲吧！没有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来分队了，好不好？分队，很努力。怎么分？我们现在要进行。分组，好，现在你看到有没有三位美女站在对面了？前面其中有一个，三个人排在里面，你们可以自己挑一下，看缘分，好不好？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知道哪一个人不能选，对，像是地雷的感觉。而且有的选到，我跟你讲，你得衰啊，这一关要爬，你先选好了。对，我们都不吃。谢谢两位前辈啊，对对对，观众，你哪鬼，我就鬼啊，逃鬼心就鬼啊，不要啦，廖慧珍。是啊，我想跟老先生一起啊，剩这两张哦，简单来选不是胜就是死，真的恶魔，这很可怕，天堂地狱是不是？小钟哥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选到我，你要跟你在一起，这个表情，这个表情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来 OK 啦，哎，这个好吧，廖慧珍，啊，我觉得 OK 啦，好厉害的感觉，哎，这个嘞，这个你确定吗？哎，这个是秋干的哦。太贱了啦！干嘛生气？干嘛死？来，一、到底还要不要录下去呢？一、二、一，开！我跟你讲，这种关卡哦，一定要有智慧，因为呢，吃算是轻松，爬是最累的。以我跟纳豆的交情，我一定给你最轻松的。爬。我觉得小东哥那个一开始就等于是惩罚，他们这个输了之后，后面再继续惩罚。他们一定会从头输到尾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出奇。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，他敢碰你，你就尖叫。尖叫我真的很会。对，万一真的不行的话，一直上不来的话，我下来，你盖上浴池。好，但上得去吗？我不希望有到那一天。我希望你要靠体力。我跟你讲，起码爬。男生拉下来之后，刚才我跟你讲，他们就会很害羞。什么很好看？别大吃错，吃要吃香蕉喽。好，我是大胃王第十九十秒，预备。也不要，不要。
先公布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曾经是三根，三根，不容易。那白队呢？刚刚好，惨不忍睹，刚刚好，赢过红队一点点，他吃了三又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根，三分之一没有关系啊，有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这个游戏是抓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是谁？就是我们的蓝队，一根都没有，掌声！你刚才不是说我不行，你说赶快下去换我吃吗？对，我发觉我不行，你的策略完全不行，而且我抓不到他们呢。来吧，惩罚，一个一个来，小东哥先，我一人一笔啦，一人一笔啦。小东哥哦，一定会感谢我。写这个字在他头上，该不会是王吧？不是娘，都可以啦。你们看他是狠还是狼还是娘哦？大家自己猜，看他今天的表现。喂，为什么你也有？我是周末伟啦。没关系，你们尽量画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怎么办。OK， 我们会复仇的。我们进行下一关。海盗船这一关不分队，自己一个人一队。哎呦，殊死战、咒死赛，好不好？是是，然后这一关不惩罚，赢得有奖励，免死金牌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免死金牌就是你可以 pass 下一关，因为下一关太可怕，就可以不要玩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种荣誉赛制哦，真的。第一回合先选一个，第二回合再有两回合啊，两回合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马上进入我们的游戏。他第一次一人一队，对，我们两个可以组成一个联盟。因为我有看过你们节目，王少伟是属于过关机器。对，如果我们单独跟他厮杀的话，你被他八好玩，对，我被他妈八更好玩。我跟你讲，上次我们两个集合起来，我们两个联盟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人还在，我在旁边挑船。我们在说奇怪，你们在闲聊，什么都不挑船的。我们在说五六，讲说这是殊死赛啊。我们在说五六不能没有你，你怎么把我们讲那么邪恶呢？我好奇怪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挑船？感觉挑的好认真。你不要误会，没事没事，你去挑你的。没事，我跟你先挑挑挑，坐旁边放贷款好不好？可以懂，可以懂，我跟你讲。王少伟这个人，对，他吃不亏，他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但他要的就是面子。真的，我们就摆明了就弄他。我跟你说啊，弄完之后两回合嘛，还有两个，两个第一名下一关不用跑，好好，我们两个好好吧，互相 cover 一下。女生的部分，他们自己会弄巧成拙，自己会捏破，弄不好。
我跟你讲，在这个单元证明演艺圈还是有魔力。那我们推你去晒太阳。我真的太开心了，真的。推你去晒太阳。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你晒太阳好不好？演艺圈有魔力。太阳，太阳。金牌！你好意思拿？你好意思拿？晋级下一关。好，这一关玩就是我们无敌狮吼龙，好不好？这一关怎么玩？因为这两位是已经晋级，不用玩了。剩下就是你们四位了，是不是？你讲，你怎么给我脸？以后如果你来的话，小文哥你就发一个不爱卡。你要不是今天脸色已经发白了，你好久了，坐在这里，永久 pass， 气死人了，真的。要不是怕你的演艺生涯就在今天结束，根本不叫你。你是一个唯一莫名其妙的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为什么害怕要赢我？好了，继续说，待会你们就两两一组了，好不好？玩我们这个 U 型滑水道，那怎么比呢？就是比谁下来叫的分贝数最大，对不对？那这关是惩罚，分贝最低的呢，叫做什么惩罚？你知道吗？看到这个有没有？这个，林果汁啊，喝一点吧，先来一点吧，喝看。哎，这个比较不自然，哎呦，大头，不行，人家专业的，看到没有？舞台剧的一姐，喝太水，哎，这个没有演，这个就没有演。有两杯是黑酱油，有两杯是黑咖啡，他喝到一样的就是同一队。哇，好贱哦！咖啡跟酱油就很难辨的，很黑，颜色是一样的。不管了，这个好了，是咖啡还是酱油？哦，这样不知道是什么。超好喝的，那是咖啡。哦，咖啡，就剩一杯呢。咖啡，哦，也是咖啡。那我们喝这个，我晚上睡不着。哎呦。那这边应该就是什么呢？不然就是有可能他们在演。咖啡！待会分贝喊的低要接受瓦萨比汽水惩罚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观看。起码有四楼了吧？106，哎，106，他们106就赢了。他们从头叫到尾才106，哎，我相信艳福叫这件事对你来讲一点都不困难。106，好的，乖，不要怕哈。没事了哈。现在最强，陈还在，你凭什么？都是你，笑得我开心。
现在燕府跟那个少伟在上面，他们两个都 keep it strong， 两个男生归男生，但是胆子还蛮小的。少伟，好了吗 ？OK 吗 ？OK OK OK。你们记得下来的时候可以喊一个字或喊一句话或叫都可以。好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。这节目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小张不打他，不是金牌。小张。是用排字来喊，好不好？排字，免死金牌，小钟不配，配用力喊。好，我们就一开始就下去，免死金牌，小钟不配，好啊，来喽，免死金牌，小钟不配。两个大男人，你当紧张来了，我们改，先别，先别，哇塞，怎么了？不配，分数非常接近，一座前主顾，假戏真做遇见爱。牵手牵的是铁。两个大男人，你当紧张来了，我们改，先别，先不要，哇塞，不配，不配，分数非常接近，我们要看，输那么一点点，不然就是赢那么一点点，以我们内心的气氛哦，应该是破150，啊，真的，哦，我们刚才惊动惊天下泣鬼神，先让你们看第一个数字，5.51，然后最后一个数字9.85，1.9.5。惩罚时间，瓦莎比汽水嘛，对不对？汽水，瓦莎比，瓦莎比，对。那我们先让最不配的挑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他都没有玩，刚被喷哦，你刚被喷。其实你是演艺圈的前辈，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对你的。哎，刚尤其老公说，来，我一点，这个就懂事多。这样子我挑下，我弄下去，我还算是人吗？人吗？算。谢谢送的。好 man 哦。上去，你这样就好不好？好，哇，感谢你哦！不要用在吸管上，这样，你好棒哦！发现这个天桥有点，稀释一下，稀释一下，效果。Oh my god！ 好，不要搅拌，不要搅拌哦！汽水加多一点，汽水加多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爱玩咖有一个精神，对，就都是玩真的。是吗？玩真的吗？玩真的，是吗？真的啊。有时候有些免死金牌，免死金牌，小钟不配。好了，为了观众，我们节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都不玩假的。一二三，开始，你喝一半，他喝一半。对了，讲公平高了。嗯。啊！要加点汽水吗？加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喝啊？我喝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叫，睡。真的很辣。水哇，水亏啦，水，掌声鼓励。
就是泰山压顶。哦，游戏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就两个人一组，是做气球。哦，做的少，节奏惩罚啦。各位哥，真的啦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拜托，好不好？我目标锁定的是除了小钟哥以外的你们两位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哈，拜托你哈，不要选到。我很怕你今天就结束了你的人生啊。好了，来，谁先选？好，赶快，谁好吗？好。不好！我要选你要的。不好啦！我要这个啦！啊？好。关了耶！哇，那应该是小钟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也断了，莫非他是小钟哥？哎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盖牌啊！都不知道嘞。是啊。逆向，都不知道。不换了哈。换不换？其实还可以换，可以换吗？你没有权利讲话，你刚已经拿了没死金牌了，可以换了。哎，换不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刚才抽我，我们都没有讲话，现在我们抽你，为什么要换？不知道。现在如果选择翻牌跟把这些颗石头吞下去，小周会选择把吞在翻石头。来，你们两个牵好，牵手牵手。这个是下半身。你们干脆今天。场地也不错，帮我们办婚礼了。是婚礼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手有动真情哎。哎呀，有情绪的，好帅呢。我这不是牵手，牵的是体验。泰山压顶，第11分钟，预备。啊，你都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不用交代。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一分钟。你的腿要伸直，你腿又弯的，这样会痛。这么认真，哎，蛮厉害的。你要不要想到观众朋友，这是基本型。用脚夹，你要不要脚的上面？没有啦，他怎么能撞我？拉动，你自己仔细看一下，他就是。第一组成绩是8颗，现在轮到第二组了，9颗，刘雨昕，9颗，好，计时1分钟，预备。刘雨昕他是人夫了，不要怕。不要急吼，刚才教练很看不起我们，他说7颗球应该就够了。哎，为什么看不起我们呢？我们有投到数哎，开玩笑，所以是几颗？所以其实6颗就好了。计时1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屁股坐，屁
情就是他躺在地上了，然后球在裤子上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也不算的呀，玫瑰开水了。这位雷哥，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啦，已经到了，没有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不然这样哦，最后就是我们 PK 嘛，最后10秒，是吧？十秒，但是他坐在这里还是他跑？他躺在这里。好了，加时赛 PK 赛 ，PK 十秒钟开始，十秒钟加时赛，预备，开始。比较早结束，对，没错没错。Yes， 你们要体谅，这老人家一直这样跑，他心脏病快要发作了。晚餐快点，他快发白了，脸发白了。没有，我们第一次第一颗球好像花了一点时间了。对，不是艳普，你真的要看在他们把椅子砍在草地里的份子份上哦，你要砍进去，砍进去，他坐两颗球的时候就砍一公分哦，再坐下去是整个坐椅子都插在里面哦。刚才就到后面的时候，他已经有点像半蹲折下去了。好 ，OK，PK 赛事小中队获胜。各位亲爱的前辈，这个如果没有答错的话，其实这个速度跟棒球是一样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今天有新人，我觉得我示范一下怎么丢，让他知道怎么丢，你们才不会受伤。那我就轻轻丢了，轻轻丢就好。消失就一环，大本五我有你过完，走了。啊！往上往推下去了啦，五百遍。小哥，你有多久录影没有过？他们跑路过了，十几年了。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，这一关叫什么？红白大对抗，这个游戏怎么玩？就是待会分两队，把对方全部推下水，你们就赢了。三战两胜，怎么分？怎么分？怎么分？很简单，用不用那种最难分队的方法？哦，剪刀石头布。就我了，两个老人家，他算是有体力的老人家，我是没体力了，姐。我没有，我这一关再下去，我也开始累了。好的，老姐，那个布，赢你。啊，小哥就选，我跟你讲，这可以。你哦，跟会，我跟他是七世不弃。我们怎么样都分不开了。尤其刚才在那边做出感情，应该看得出我怀孕了吧？我想小钟聪明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底盘稳定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他不用去攻击人家，人家要把他扳倒都很难。但是你答应我，你不能把我推去攻击王少伟，你不能牺牲我。那我选一个最 man 的啦。好，而且哦，最有本事可以跟廖慧珍对抗。谁？自己啊。就你自己哈。秦勇。你选他。对，选千佑是他是有用的，是体力派的。你说你们不选我，我自己。他超难过的，他怎么想都想不清楚，他为什么会投千佑？我是一个男生在这边，你们居然选择没有选到我。你发比基尼给我好了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烂了。好。怎么样？小东哥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千佑哦，一定要配一个漂亮，配一个女生。哦，这样我们三个会不会？女生，你不知道会哪一个来？郑重，man 的观众，这是最 man 最漂亮，还是爱玩咖的观众朋友，今天龟虎在这边会翻船。对，应该是会翻船吧？不要剪接。
带刀不剪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到你转变，先把我们土地公、土地婆搬下去再讲。啊，我连你很我老人家能够来这里，已经我能够完赛，我就觉得 OK。品鑫也 OK， 好，品鑫他最后有很近，好，好来，队已经分好了，都分好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那现在就进行我们的红白，红白大对抗比赛开始。刚刚没有说哈，输的有惩罚，惩罚叫做谈谈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要有策略，我们这次逆向操作。好，小虾女对抗大金鱼，你第一棒。我第一棒，你确定吗？真的，让他出去之后，让他们最大的先引出来。对，我们后面再前后一个位，你是个影子。出来，第一棒，千佑，你出来，小虾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冲去给你看。打没出来，你去扳倒他。OK， 我出来。你是不是拿我什么？一直把我推在前面。因为他们派这个比较弱，派你先到前面去啊。没有啦，自己看就要先扳倒。他们出来再说啦。上来，上来，上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到？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一秒。比赛开始。第一秒。全速落水就输了。你不要叫我小声，谁叫我？
我现在只能这样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钟，你不要是这样子我。我稍微推下去了啦，你看，没有给我掌声鼓励你。好不好？输的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赢的是荣誉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。黄少伟，帮我！黄少伟，帮我！哎，不要听！能播吗？爆出来！爆出来！不能播呀！不能播屁！不能播屁！不能听！少伟，少伟，不要走！一八三。试探自己麻痹了没？全世界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。无所所谓，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。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，远走高飞，远走高飞。天灰灰，灰无灰，让我忘了你是谁。夜梦未寐，难追难回，为了回味我的世界就被摧毁。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。强的女人廖慧珍，欢迎纠团报名干掉廖慧珍。报名专线02-775-8888，分机转376，欢迎各家企业纠团踊跃参加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要这样做？不是先。我吃硬不吃软啊。哎，人家都这样求你。把刀刀还要这样子，你现在看这终于敲了轮椅，轮椅，别轮椅了，轮椅，我没有轮椅，障碍过道，我没有轮椅，来来来，轮椅，真的，你可以坐得坐，学长的轮椅，终于，我是说轮椅，不是轮椅，哎，不要后面，不要后面，不要后面，啊，不要，前面，前面，我来抬，我来抬，哎，就这么硬气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挑战廖。
本节目由别吻我冠名赞助播出。夏日水上运动会，两光队长惹人嫌。祈祷祈祷，你下，你下，你要下。